伊米代现在我们劳工团体，我们在六月新农联盟，那十月23日，我们在下记者会，我们在我采访工业的时候，我们在下和五一劳动节目，天天我们在对方我们要负责交流，天天我们在从安南诺下乡，我们在跟你的阿是成了现在劳工。 伊面的我们等着马伯伯现在劳工团体天天等着，都都弄说五一行动联盟，或者那五一一日，那劳动节天天等着，每一年说需要现在大游行。因为劳工团体天天等着那波么说买在疫情了，我说那是，因为现在要有八十个国家，因为台湾去，他们到那那边我说那是，啊，等于么说买在这样等着，我们就我说那阿么说他们都给都说在现在劳工了有八十，因为不。 哎，你们等一下，达子还没买这家，等一下，我们的鸡又八十多个。国家的税收增加了36%，经济成长也增加了36%。各位，你的薪资有成长这么多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想要加薪，过分吗？到底那么等一下说，不是否能不接受劳工，退休生活的劳保年金，那劳工团体啊，等一下也没等的，现在。 因为劳保年金，我现在是俺们等着，阿么啥都俺们得内幕和那我现在是，买着一些么等着，也是背书，阿么啥都俺们等着平衡。你单单那部税负买着俺们等着，哎，你们该定的现在就改革的方案，俺们有个税负，对么啥么等着把我是别别那现在就，税金那现在是成了一个肉，我现在啥么等着外面那阿什么呀？现在劳保年金买着。 电脑对嘛？干么等一下？我现在说，第一份个现在劳保。政府应该调到以内所得税来弥补里面的劳保年金，让劳保年金能够这个比较健全一点，雇主赚钱直接来拨补劳保年金，这是我们最主要两个诉求。哎，你们等一下就要求，伊面的现在么？哎，某某个不点那些有八十岁现在劳保年金，俺们等一下要说规划。 你带你们等一下，阿三三的需要带现在游行，俺们都是迷路的师傅，怎么上等一下？我现在对方的现在改革方案，俺们的阿这之后，各行各业的劳工、公民，然后五月一日，伊面的现在劳动节，后面那早上呢，带你也都等你带现在开大个人大道，对，我要符合俺们等一下要求的现在建立的阿这成了现在劳动，阿不要不成了兵役。